播就得好好上分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雪颜，又来给你们录视频了。最近呢，我直播里面没少输，你们看我直播应该也知道，然后看我这个排名应该也知道，大概70%的时间都在输，上分呢全靠下播这段时间打一打。所以呢，最近我觉得哎有点沮丧，不知道用什么套牌了。可能是因为前两天我萨满上太开心了，最近玩萨满就没赢过。天梯真是一个轮回，算了，我们等新版本吧。今天来玩玩绿 DK 吧，绿 DK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实用能上分的牌吧，就朴实无华，强度还可以。我不认为绿 DK 有很多的优势对局，但是我认为绿 DK 打什么都能打，就这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天梯暗牧啊，德鲁伊啊，法师啊，盗贼啊，就是你不知道你想去抓谁。这局对面手牌还好啊，我拿变羊不言报，反正基本上我也没有猜对过。这张334是我返场的关键牌，我全靠他来返场了。我这个手牌虽然有点卡，但是有这个334，我觉得节奏还可以。对面这个法师肯定什么都不管，全部都打脸的，因为他是个打脸法嘛。绿 DK 呢也是没有回血的，所以我也要抢节奏了。来了个加工，我想一下，这个1-2是一定要换的，换了以后有一个2-2，节奏上来说四费大概率我还是会打一个413，但感觉这个413不是很赚，对面太多2-2了。要不要我再换一个？这样吧，摇一个兵加工，把一个2-2换掉。这个水雷我暂时先不管它，再出一个2-3，这样这个铺场也没有说很弱。先助能女王，助能过牌，手里面还有一张咆哮，感觉不差，可能比卖413要好。可以，场上这么多怪你也打脸，这个怪果然是个锁头怪，没毛病，实锤了。嗯，好消息，对面开始结场了。坏消息，对面这个牌能助能了。哎，太解怪了，可以。那我场上还有两个2-2，因为右边两个也是被我感染过的。蛋来了，这里要不就扑吧，手里面因为有嗜血，我觉得这一打过牌有那么一点点让节奏了，扑。如果对面交伤害来解我，我也能接受，而且对面解不光的，法强加二。对面是想打我脸对吧？是想打我脸的吗？奥数剑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里直接拉女王，但拉女王有一个坏消息，是在于，等等我看斩了没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没有斩，满血不可能斩。坏消息在于我少了一个2-2，不过我女王都有了，我要2-2干嘛？对不对？你法强都给我了，可以，走脸，走脸，走脸，我当然有本事，开玩笑。女王就助能了，这个绿 DK 女王很厉害，耶、yeah ！下播就得好好上分，哼！努力啊，把我的分打回来。这个骑手不错，对面是个骑士。理论上来说，绿 DK、冰 DK 打骑士都不算是劣势，因为绿 DK 和冰 DK 都是有返场手段的，骑士基本上没有什么返场手段。不过这是理论上来说，两费，来个节奏，漂亮，卡了。理论说完。这还得看实践，对吧？实践就是看发牌员的心情。不过我留了334，这个牌绝对有奇效。那么我想想看啊，这里我要不要把这个三扔掉？哦，来了这一个，我觉得可以直接下325，325下了以后换掉吧，不卡了，因为有概率能保住这个325。三费的 buff， 如果是个加三的话不死，如果是个加五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他都快站不住，他要跟我卖了。OK 赚 ，OK 可以，没怪了吧？过过过过，也不亏，我413了，那这里必须413。难道说这里这个女王又要乱攻了？骑士有什么可以拉的呀？777955，拉77太慢了，也不慢的，可以贴 buff 了。哦，排排序了，右手第一张955，这波可以啊！来，冰霜巨龙和墓地吧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。这回可以直接出，哎，等等，这回和我直接出不太好，摇个冰吧。那这个墓地也没事吧？多一点尸体，拿75好像也可以，不过五点伤害，我会拆这五点伤害吗？太阳井肯定不会拿的。他这里应该要出95了吧，我感觉是的。 OK， 第一个手里还有一个，
OK， 第二个。OK， 贴 buff 了是吧？差一个助能，这是我的了。那么我二杠四卖掉嘲讽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二杠四卖了，给他八杠八圣盾拉过来，然后一杠三可以破一下圣盾过。谢谢啊，客气，自己人自己人。来吧，右手第一张是七，手里有七。OK， 你解我嘲讽啊，你解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。姐啊，啊，姐啊，拿了人家的牌就别这样，真是过分。OK， 对面死了，来吧，伤害一定要打满，嗜血走你，撸脸撸脸、嗯，这就是下锅的排序吗？我感觉这套牌好像可以哦。OK， 盗贼。如果是大奖贼的话，其实我铺得够快，应该还是能赢的。这一局起手可以，差一个那个一费一杠三，要一个尸体，把一个袋子送给我啊，没有，那先出个蛋吧，也可以。对面应该不太会来解我，下游和我这个二杠三找个亡灵还是能出的。对面是个大奖贼，可以啊，这把有戏。左手第一个找一个当，三二四，对面一定会解我二杠三，二杠三很容易吃那个打三。然后是打三容易消灭，对吧？你看奈法利安的牙，所以下游河我三二四是能找一张法术的。打盗贼的关键牌是找一个反魔法护照，那打右手第一张吧。来打四或窒息都行，拿打四是一张伤害，我觉得可以。他要干嘛？知道为啥我讨厌盗贼吗？牧师，暗牧来了。我这个起手可以，因为有一费一杠三加两费二杠三，这起手打暗牧 very good。OK， 出吧，有个袋子送给你。哟，直接来。我还以为他要打二五五，吓死我了。OK， 我觉得可以直接考虑打一加二，这样节奏拉满。因为我如果只出一个二一三，就那个二二三，里面那个一杠三会被他白吃。但这样的话，他跟我换了，我可以接受。我他还是把我白吃，听说可以接受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想想。这里我要打二加一，我要撞掉他，因为我要保证有个尸体，那必须拿四一三，但也要出的。我觉得一杠三需要撞掉他，因为这个一杠三死了才有尸体，一三嘲讽死了是没有尸体的。这里可以考虑解，可以考虑不解。我觉得不解他，因为不解他的话，我嘲讽是一个二三，是不是？虽然二杠三、一杠三这里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但我为什么要换你？你又没有到五分 A O E 的回合。这个牌有附身，真的烦兄弟们，但是我真的不太想管他怎么办。我想想看，如果这里我打四一三，他五费如果有 AOE 我就全去了，这里我打三二五是最防他 AOE 的办法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我觉得一杠二要解，因为这个场面能防住对面那个五费 AOE。 如果你要扑出四一三我觉得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对面有五费的 AOE。 刀来了，复活一个，这是复活的，算比较烂的。不对，他只死过这一个怪。我在说什么？沉默。蹦蹦蹦蹦蹦，还是没保住。他点掉我二杠五了，血誓。他是带的稍微贪一点的，对吧？难怪你不这么贪，你估计就摸到 AOE 了。那我也只能扑了呀。那这回合扑不如上回合扑吧。扑打脸来，可以。这局的梦想还是活到八费。蹦蹦蹦蹦蹦蹦，
两枪全部交了。好消息，兄弟们，继续扑。这里他是没有死过亡灵的，所以五费 AOE 还不能触发，问题不大。只要给我留点频率，我就能开嗜血。是不是我把这个四费的 buff 叫嗜血，你们听着会有那么一点亲切感？原来两个频率，嗜血不够呀，嗜血只能打九。他还偷了我个这个，还有嘲讽，你大爷！那更加不够了。那找一张看一眼，狂热不错，把这一个解了，然后撞撞撞，狂热七五，哎，我可以摇个一杠一的，摇一杠一好像也没啥用啊，因为一杠一是撞不到的，无所谓了，摇了就不伏笔，撞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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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杠一刚好没有用，但这样的话尸体拉满，这一波杀了好多尸体。我感觉可以有戏，下回合的话加上这三个尸体，我现在有18个尸体了。这一波八九七太秀了，弟弟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这怎么办？我324启动不了，打嗜血没有任何意义，那只有打897。但897的话，我格子不够，因为我送不掉怪，这回合这个大怪还踢不到脸上。不过暗牧是不可能解这个大怪的，所以也只能这样打了，没毛病吧？真的是杀鸡用牛刀，恐怖！但这个场面，这个暗牧是不可能看得明白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凭什么能解我？嘣嘣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这大怪你能看得明白？别说话，兄弟们，对面下回合有血势了，怎么办？我真的吐了。加血我觉得没意义，我不想加血，我想要场面，变亡灵怎么样？可以，场面拉满。这里我能摇一个一杠一去打掉他的脸，变一个亡灵撞四杠五，把我十五杠一拉过来，然后给我七攻加一个 buff 踹他一脚脸，这场面我也拉满了呀。他只要 build 完让我有个活口，但有个活口他也能点一下，你看看看，我要配音吗？ buil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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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ild老师给的好一点啊，窒息，打四，加血，哎，打四我是不是死了？打四的话，这张咆哮是一张三费，然后一加三可以，还有刚好有费用，摇一个二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都已经在后悔刚刚没有拿那个加血了。Nice， 弟弟，暗牧滚，哼。再接再厉，赢一把我就回四字头了，输掉的分靠自己的实力打回来。法师可以，八九七有戏，来来个生铁血巨人卡死，啊，你也有是吧？好好好，那么打法一出二三，打法二摇一杠一，那肯定摇一杠一。女王也来了，有戏。还记得我们之前那一句怎么赢法师的吗？换就不换了，如果他这里要浪费一个火虫我也是赚的。哇，现在打脸法是有点多哦，我怎么感觉现在打脸法好多的样子。蛋来了，想想看，这里如果我再摇个一杠一，我能再出一个二杠三，哎，这样的话铺场速真的蛮快的，我觉得可以一杠一这里去撞掉，然后解一个，我刚好两个尸体，这波铺场我觉得 very ok， 帮帮行，多一点怪就可以助能女王。这个一杠三虽然没有尸体，但它能助能女王呀。是要出五五了吗？我什么东西啊？吸血鬼，不，我想要这样 AOE。因为对面会有骷髅，我必须要拿 AOE。 这种法师是带骷髅的，不管是那个四费出两个骷髅还是六费的，你看
神一般的判断，又来了，这次我一定能猜中，信我，来，我觉得绝对是打变羊，对面防我八九七，就先过牌，然后再扑，打脸打脸，破蛋可以，我这波扑的也很凶，我跟你讲。指什么指啊？吹风，对，我知道他前面拿了这一张。这东西要吗？我还是想等那个五五拉他转嘛。我不要，看不上，这么烂，不如拉。我后悔了怎么办？那我解掉，把这个三出了。我觉得对面可能会有打那个啥了，六费，对吧？没办法，早上给他拉过来，我后悔了，千金难买，后悔药。这个也还可以，他要指我了干嘛？哦，竖剑，是那个六费出炸弹吗？四个，也还行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要不要拉一个？那我前面那个没有拉，我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傻了？但是我没有牌能打，六加二是最好的节奏，你就拉一个过来，全部走脸，蹦蹦蹦，这个打一下，求打脸，蹦，不行，求打脸，蹦，哎，这时候你就不打脸了，没事，我有八九七的打脸，终于打脸了，哪三张？吹风、奥数剑、六费骷髅，赶脚，不太行的样子。这一次我一定会猜对的，我跟你讲。来，绝对是深呼吸。你没个反魔法护照吗？那拿变四杠五，对面有一个打六，就是六费打二出骷髅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场面防到能打那个骷髅才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我应该要一杠一摇一下，三去撞一杠一撞一下一杠三，然后解掉这一个，最好把左边那炸的好像也还可以。我出一个蛋防 AOE， 这样撞掉还可以啊。这场面防了一波 AOE， 是应该我能防的最好的一波了。又是五个，我吐了呀！哇，他给我全解了，哥们儿，那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有打八九七了。那我要摇个一杠一吗？不咬，直接先出吧，看情况再说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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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是啥？稳住打脸。那摇一杠一，先去解一个，打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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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，可以了。那你没有了吧？他有个吹风，对，哦呦，对面开始打伤害了，留给我的回合已经不多了。对面要冻住我这一个，再点掉我三杠一，这是片甲不灵，一个怪都不让我打，这怎么办？过牌。我要把这个下了，然后这样打，这样是不是很细？因为我要解二杠三，我不能让对面的怪再踢我脸了。但是如果我先下一杠二，摇的兵就是一个二杠一，再加两攻，我就一出一点伤害，这样是不是血亏？太细，恐怖！你是真的能控，就是法师最想见到的情况。
冰冻法术来控我场，他的怪和他的伤害能打我的脸。李大爷，李大爷，手里面两张打三是吧？那我也没办法，我现在只能解怪啊，没有任何的作为。他能把我杀了吗？他的怪好像没有助能，就他那张法术应该没有助能，可能这回合我杀不掉，动一个，两个助能了，应该绝对助能，因为刚杀了一个，对吧？你看打三，好的，拿一张，左边这个可能也助能了，没助能吗？天不等人。没助能，两个，等等，我想想看，如果我摇个二杠一加的话，加八点场功不够，我这里应该要送掉一个怪，然后一个加三，一个加一，够了，没毛病，这里可以撞掉一个，来吧，嗜血一号，嗜血二号，脸，脸，脸，动了，哼。下波打绿 DK， 思路还是可以的。